好吧，还是得想办法去地狱一趟。看这里顶不顶得到吧。他在哪？我要找武器枪。工具匠，对，工具匠。不行，我要买师傅了。牛棚我还没想好那边要怎么改造啊，早晚要改了，但还不用改。今天要去挖石英，先把背包清一下。我绿宝石这么少，好吧。紧急预备粮，把这些面包作业做好了。这样子就刚好一份。64，赶快让那个家伙升级，我直接买钻石装。心好痛。看你们真的超碍事的。算了，以后将来也是有机会实现煤炭自由，所以倒也无所谓吧。那里，这村民，对啊，怕不能让他们乱跑。铁四颗啊！我要做书欸，算了，我是直接做书啊。我还没有盖铁巨人塔啦，啊，现在真的有个穷的。哎，等下去杀一些那个好了，铁巨人。欸，我要干嘛？哦，对，我要做书。所以我记得是三张纸可以做一本吧？对，所以我要三本书。然后村民不能死啊！村民不可以死。哎。啊，这个没有用，这不是没有用，这是别的用途。板砖，我要一个讲台，一个讲台需要一个书柜，一个书柜就需要三本书架。哦，这个，好吧，有点心痛，不过就做了吧。然后需要六个应该够。好，这样就够了。
好，如果你看不懂我在冲啊小，就没关系，哼哼。这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，该说职业吗？对了，职业了，一个蛮重要的职业会需要讲台，可以说是这个游戏的命脉了。我要杀了你！哎呦，有人帮我种石油，太好了，有人帮我种树，nice。我要杀这只，这里有点危险。他现在一拳我大概就死了吧，我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走上来一点，不要下去。看不到。我要杀他，但是四个，我必须要像这样很孬的这样 K 他，不然我会死，不然他一拳我就死了。我还没有盖正式的铁巨人塔啦，所以就暂时先用这个满足一下吧。七个，看一下够不够。卖铁赚钱嘛，等下再让其中一个村民转职就行了。那不够，四个还不够，妈的吸血鬼！哦，不行，铁巨人塔真的要赶快盖。可是要盖铁巨人塔需要命名牌，要命名牌需要有图书馆管理员，所以一切都是很有逻辑的。四个。有拐犯，对啊，没有啊，他们会在外面乱跑。跑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，把那个什么渔民引过来的话，台湾叫什么？掠夺者吧，对对对，要把掠夺者引来会麻烦，所以关起来安全一点，为了他们的安全。里面很安全啊，没错啊。他们不会吃饭，他们会做饭的，真的。不会吃是一回事，啊，又生出来了，看超多次。其实如果会计的时间够久的话，现在做铁巨人塔其实有一个很便宜的做法，但是我不是很想这样做。我这边目前哦，雨而已，我不知道南部好像比较严重。好，可以了，升级了吧？升级了吧？跑哪去了？啊，升级了！干你娘！老手，怎么没出来？诶？哎呀，垃圾铁铲。哦，烦死了！是不是自己挖钻石比较快啊？我会不会变成自己挖钻石比较快啊？我在这边敲这个，啊，不管了，先放这个。我需要一个图书馆管理员。你们那边风雨超大，你们有麦麦啊，不用怕啦，对吧？最温暖的麦麦。
四张纸，纸哦，哇，九个，好，算上了。让他应该会失业。看，这阵超级耶！天哪。算了，迟早要改造这里了，先这样吧。我应该做个地板门，地板门比较简单。完了，我等一下可能要变成挖，我不太想挖，我真的不太想挖钻石，但是我可能不得不挖了，不然我就慢慢看嘛。啊，也可以啦，如果可以直接生命名牌出来，好像也可以。命名牌我可以先，这样命名牌的话，我可以先盖什么？先盖那个铁巨人塔，然后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。也不是不行，对吧？这个星星留着。我要干嘛？我要才干这。啊，我要做地板门啊！我忘了，地板门要咋做啊？不能叫村民挖，不行。村民的最大用处就是跟你换钱，那你要想办法让他跟你换钱。六个干，太晒了吧！六个，哦，对，地板门超级亏的，地板门真的是很坑的一个东西，能不能改掉啊？这个合成机制真的很问号啊！干六个木板，六个木材合两个地板门，傻小，然后半砖只要三个，什么鬼啊？不行啊，村民又没脑袋啊！你别忘了，他们是村民。没有脑的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怕他们跑出来了。等早上啊，去挖一下那个。哦，我想做那个甘蔗鸡，那个还是前期这个还是蛮重要的。但是就要去地狱，要去地狱，我就要有。要去地狱的话，我就一定要有钻石。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好像可以不用哦。我突然想到有个用做法。干你啊！怪怎么那么多只啊？这是竹子，竹子是拿来和银架跟那个。看你啊！等一下，这怪怎么那么多只？这次还有装备的 fashion 哦，好痛哦！我有办法可以啦，我想到了，做之前没有想到，那是纯币啊！哼哼，从这个开始挖。可以等它烂掉，苦力怕也太多了吧？什么鬼？这个树很讨厌，虽然这个建材的颜色很好看，但是这个很难挖，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树。干你啊，苦力怕！来吧，干你！来不及，好 ，OK， 啊，
我记得没那么多次，原本啊。话说一回来，这村庄的猫都不见了。干，那边还有一只哦，傻小。苦力怕有点多啊，它会跑到民宅里面哦。好吧，不要过来烦我，拜托。别过来！苦力怕最击败的是它在爆炸之前才有声音，所以你很容易会忘记。没有了，它应该不会进去吧？干你刚好。哎，再回去做个头。再回去做个甘蔗，其实还蛮好收集的啦。空间不太够，等下再给它种回去。每次玩的游这个游戏都会遇到一个问题，箱子不够大。武器用一块这个，虽然说箱子的好处就是可以无视那个。树苗等一下要种回去，先把这个分开。小麦，小麦放着好了。还有什么？这个，还有可可豆。因为我这次我没有要去打中介龙啦，所以主要是另外一个人要打，所以我这次我就不打了，所以这次会盖东西为主。但是这游戏，外面好像发生了啥事。但是这游戏最操蛋的就是。第一步该怎么办？对吧？因为能做的事很多啊，你反而会不知道第一步你要干嘛。我跟你讲，交给你了 ，nice， 帅了。所以很多人不会玩这游戏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干嘛。被攻击了，没错。但是没关系，我是有人罩的。虽然说目前对方对我的要求就是要盖好看一点，对啊。这种游戏，这类型的游戏就是这个的问题。目前他对我的限制就是强制我东西要盖好看，我也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但是人家都这样讲了。你刚才看到这种树就很讨厌，妈真的很难挖，因为太长得太。乱七八糟了，
它不像橡木这么好挖啦，橡木是最好挖的。我等下可以去那边挖点橡木苗好了，间隔一格。是 OK。我记得我在这里有种甘蔗啊。对啊，我在这里有种甘蔗啊。啊，呵呵，干给我空，好吧。他把我的甘蔗园挖空了，好，算了。我先来凑点物资。没有没有，我朋友把它挖掉了，他不知道是我，他不知道那是我种的。可能真的要去挖钻石了，哎呀，我要来拿树苗而已，我拿一个树苗我就走了。这游戏最好用的木材还是橡木，因为橡木长得很工整，我尽量不挖我们家旁边的。我村民不会吃那个，就是我朋友给他挖掉的。他可能看到就挖吧。我只是要拿下树苗，没错，拿点树苗，顺便挖点木头。这游戏利用率最高的树还是橡木吧？橡木，因为橡木长得很规矩，就是这个，它就一根，就这样。你很难得会遇到长得很奇怪的，像那种巨大的是很难得的。我是不是可以来驯服一条狗？我有骨头诶。有用吗？喂，一次成功！哇，一次成功欸，我靠，运气真好！我原本想说应该会失败的欸，结果现在成功了。等下再把它带回去好了。啊，它应该会跟着我走吧？我忘记了，因为通常这种东西就是驯服以后你就不会再理它了。很多只啊，但是我现在我没有要，目前还不需要那么多狗，猫比较难驯服。等下挖一挖就可以去干正事了。白橡木、白桦木也拿一下。我忘记他会不会跟我走了。叶子打一打，应该会吧？我记得驯服一次，驯服了它就会自动跟着你了。为什么要打这个呢？因为我懒得等它，自己枯掉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吧？顺便修整一下，不然它很丑。OK，Let's go。来吧，狗狗，下水路。干，超慢的。它会有啊，那就很慢啊，你看。我是要去推你啊，我推你会不会比较快啊？它会变得有点黑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湿掉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等他，我记得他会直接瞬移吧，如果离太远的话，他好像会直接过来哦。对啊，你看。听到。长出来了，我以为树盖太密集了。你看这个树就很讨厌，就是它会这样乱长，它会长一个阶梯状的。然后切这个，大家这边要种那个橡木。可以了。快点掉树苗。OK，有了。好。然后这边放点火把，怕那个亮度不够。可以了，回家吧，笨狗。Come on。也够了，木材也够了，现在缺的就是甘蔗了，真的是甘蔗，还是我自己种算了。甘蔗也蛮好种的，我自己种好了。进来，狗很讨厌，就是它不会进来的、哦。过来。好像可以拿肉吸引它。用推的好了。滚进去，滚进去，好，很好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好，OK，不管了，你就在这里吧。好了，给你吃一块肉了。看你这么可怜，可怜巴巴的。好，关门。啊，干这棵。这棵也长太他妈矮了吧！好，OK，不让它自由跑也可以啊，就不用管它而已啊。先来种我的甘蔗园。我很不想种树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会突然长出来，你就要去砍。如果像刚刚长得刚刚那样子的话，其他棵会长不出来。所以可能间距还是拉大一点会比较好。然后再來就是那个叶子消失的速度很慢。所以通常我都要这样手动打。当然，我可以想办法限制它的叶子啊。相思木跟白桦木都可以做建材，它们是很少见的，白色的。这个跟这个，所以还是有种的价值吧。这个我先不要管好了，我等下过来看。我先来种我的甘蔗，就种在我家后院好了，就种这里吧。这里应该可以种，我可以29、28、14排，所以就是7格，一边7格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样两排嘛，对吧？哦，这边用个石头。我想盖那个自动的甘蔗机，但是现在盖不出来。没有碍事，你知道吗？走开。好。哦，算错了，我算错了。有啊，自动采收的啦，那个其实叫自动采收。这边再养，这边可以再盖一排，这边可以再盖个两排出来。我来挖土。再盖一个，哦，这里。啊，要挖土了。我应该做个铲子的，我很少土会不够。谁？有狗？谁被困住了？说看可以上月球，不行，那只是个背景。但是有出过月球模式，曾经的活动有，所以你说可不可以上去？可以，但是已经结束了，那是活动。这种树就是会长这种阶梯状的，你看到就很讨厌。这游戏还有需要挖钻石吗？真的是，啊，这我感觉越玩越倒退啊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对，就跟这种白痴，你可以这样接上去。甘蔗也解决了，竹子哦，竹子先不用挖了吧，现在不缺竹子。我差点把你放走，哎，吓死我！黑橡木、原木、黑橡木、原木，找时间也要去拿一下了。
二、三四五，哎，还是五只，没有减少吗？我不是杀了几只了吗？好吧，看样子没变。说有新的图书馆管理员了吗？哎，有哎。你为什么不去睡觉？吓死我！分裂剑士。怎么了？超像遗嘱。那不是那个不是我盖的，那是系统生成的，所以不是我不给他盖大房子，是系统生成的房子就这么大，天生的。三四五，我能说啥呢？你们这个长那么快，先不挖了。可以啊，但是我就说了，要等我要开始盖的时候，我现在还差一点东西。我现在差命名牌还有钻石镐，我现在要生这两个东西出来，这是基本。你全部写在这里上小了，好吧，可能还是要这样了。哎，算了，去挖吧。哎，有小猫出来了。只能去挖喽。好了，来进行，我开始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了。多亏了路易斯，他今天我来挂机，他今天我玩，带一点备用粮食，不然等下用到饿死。就虽然说自动化以后很方便，但是你在自动化之前还是有一些前置作业，就不是说挖就可以挖的。这个采收我应该也要盖个机关来采收。我想要盖一个高效率的铁巨人工厂，我需要有四个。47，先我避免迷路哈，先把刚刚采收都做成面包。我要找一个通路，可以直接通到最下层。这两个就放这吧，带着。不好意思，我再回去一下，我整理一下背包。食物应该这样够了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工具会不够。
至少树枝可能要再多带，木棍可能要带多一点。哦，这个可以再做一个。铁泥土、相思木、木材，这个就，这个好了，带着吧。树枝再多带一点好了。可能要再做一把铁镐还是师傅。这个是要全部拿来做木棍的。一组就是一组。真不愧是 Minecraft。 挖一挖，铁镐要留着欸，其实有时候，其实这个时候铁镐反而很重要。赶别人休息的话，不就表示健身房休息？应该有没休息的健身房。我之后会帮村民盖，不用担心。需要利用他们的时候，我就会盖了。有啊，看客户上班，但我应该还是会吧。有一些是住家的，不行啊！我明天没上，明天跑一跑，我礼拜三会很没空。我礼拜三不能开了，礼拜三去嘉义，嘉义回来还要去帮我姐顾小孩。快掉下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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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是相思木？哦，我错了，这个才对。加油！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等一下，怎么没有半个？混在一起之后反而不会掉，是不是？傻小，唉，真是的，不能直接烧掉吗？可以啊，但烧掉就什么都没了。当然可以烧啊，那就是你烧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多带点木棍。为什么要多带木棍？因为等一下下矿，看一下现在又没了。没了的话，我就要回去做石斧，用石头的就好了，就还不需要用到铁的，所以木棍的消耗也会蛮大的。这个点位是不是他妈的黄金地段啊？这么好升哦！那你白桦木掉个呗，树苗，哦，我没树苗了。烧掉没什么意义啦，其实我下次应该把相思木种远一点。那相思木好麻烦，
不是吧？干你啊嘞！我刚挖掉而已，你给我长在旁边。好啦，其实木头有一个用途，它可以做木炭，所以前期也是很有用的东西。欸，我的树苗真的只有掉一个欸。好了，我决定要把你们这两个搬走了，干。那直接把我的树苗给吃掉了，滚蛋！从这里，这个应该要间隔两格。先这样子。OK，这样应该就不会吃掉我的那个了吧？不能烧掉了，哎呦！好了，可以了，我要下矿了。其实效率蛮好的，12个，这样应该够了。粮食、食物也够了。重要的东西，铁桶、铁这个。两个先拿出来，这两个蛮重要的。啊，我的木炭也不够了吼，可怜耶，怎么越玩越穷啊我？到现在还只有一个小鞋子，哎，应该直接在这边挖一个，放个水槽，我就直接跳下来就好了。哎，走吧。现在是47格，所以应该走这里吧。先下去看一下好了，做一个好下去一点的。要做地标啦，不然我又忘记路。先记一下坐标。几个坐标 ，OK， 走路。这个洞穴超大的，真说真的。38。直接给下去，先看一下，这就有铁了，两个铁，好，干，我好久没下矿了，真的是，我先看一下周围好了。这边好像比较好下去哦，看一下36，我从这边好了，可能会有怪，应该会有怪。挖点铜好了，虽然没什么用。30 ，OK。等一下，啊，我要回去一趟了。我怎么会犯这种错误？哎呦，天哪！我少带一个木头啦。
少带一个木头了。带在身上，好，走吧。啊，少带一个木头就很碎小，为什么？因为塞个木头，啥屁都不能干了。我从这边稍微下去看一下好了。我以为这边就直接一个僵尸在这边等我，吓死我！应该是这里吧？对对对，25。好 ，OK。这边比较危险，先不要从这边。应该还是绕得回去了，其实。应该是在这一层吧，对吧？我先把这边附近先探索完，之后再往这边走。31，钻石要从负的开始，所以要先挖到零。我现在要先，我现在是要，哇，我的火。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尽可能的收集木炭，不是木炭啊，那个石。我现在要尽可能的收集碳。这个木头我可能最后也会当柴火烧了。哼，我想要木石，那个不是木炭啊，就是碳啊。我现在要尽可能收集碳，找到碳，因为要做火把。现在在尽可能的走安全的路，因为我不想往下挖。我知道这边很大一条。像这个我就会想要挖了。干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下面哦，靠北，痛死了。烤腰杀小，好了，不要浪，那我乖乖的等负，跟你等血。啊，酷光真的是鸡歪。
要安全作业，我必须得。矿啊，会开采地区就是爽啊！我要从这里回去，记得。好，开挖。为什么要换石头的，不用铁的？就森林资源吧，穷啊！哇，超慢的这个。我忘记钻石要几层才会有嘞、欸，我记得是负的，还是要到零啊？到零好像才会开始升钻石。出来，这种要抬头挖的，其实蛮可怕的。下礼拜想要来做葱油饼，那种用煎的，你知道？东山岩宫，葱油饼啊！因为我如果可以做面团，我就可以做葱油饼了。是要去买葱。啊，我去！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就是脆皮的那种。哎、欸，前面有个怪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好像有来过。有点多啊，这里。过来。这游戏最可怕的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真是让我怎么死都不知道。感觉得出来啊，因为它那个迟钝的蛮明显的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上来了。哦 ，OK， 了解。那就表示我右边的快走完了，等下要走这里。我看到三板岩了，哦，下面就是的位置了。所以你看嘛，为什么说要带很多木棍？因为火把的用量会很凶。先这样吧。好，等下可以走右边下去。好，所以我再下去就挖不到碳了，所以我要在这里挖一挖。前面这里还有的挖。
干娘，这种掉下来就不太妙。为什么我觉得那个怪怪的、啊？想要去那边看看呢、欸。是我太敏感吗？我真的觉得那边怪怪的。好，确认都没事，我就过去了。这边有一只苦力怕，我知道的。我等我去看一下。我就听到那个很像弹簧的声音，会很紧张，因为很像苦工。可能是我想多了啦。嗯？哦，我知道这是谁挖的了。好 ，OK。觉得这个声音真的是超级不妙的吗？我知道这是谁挖的了。好 ，OK。但我真的觉得，哦，是那个僵尸神怪传，直觉吧，我就觉得这个地图有这个出来就很奇怪。过来吧，很可怕，不是有点可怕，超级可怕。以我现在这个装备，我是不基本上是来这里是自杀的。没了吧？好，啊，运气不错。物尽其用。嗯，我什么可以丢掉的呢？嗯，不要消灭他，我总要消灭他。这在这游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资源。啊，我往回去了。哇，你看我就知道，这样有这个东西出现就是有鬼啊！哼哼哼。右侧是前进，所以他从这边挖过来的。好，就当就是在乱挖 ，OK。好了，我背包满了，我先回去一趟，等一下再过来。毕竟我拿到一个很重要的素材了。
哎，我刚从哪来的？这不是我挖的。好吧，差点要迷路了。不要消灭它，它是，其实算是这游戏，对这游戏来说算是一个好东西了吧。哎，这边，所以我来的是这个方向。哦，干掉了，这里了，怎么上起来？这个，哎，这不就是我刚刚的那个吗？哦，再高一层，对对对，这里，这里才对。看起来很恐怖吗？这游戏其实是下矿是最恐怖的。因为你会迷路，我蛮容易迷路的。就是刚那个，可以消灭啊，没什么意义而已。那个算是这游戏的稀有道具，可以拿来做刷怪塔。路标有啊，我做了。那个可以做那个刷怪塔了。刷怪塔的话，你就因为僵尸会掉一些道具，你就可以这样刷道具。哎，我拿到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嘞，这个超重要的。就是，但是我还想要再，可能我想要三个。很重要，就把它放着。对，秘密牌。秘密牌是这游戏里面很非常重要的道具。来烧一下好了。这个可以说一切的起点了，哼，完全不夸张啊。帮僵尸命名，我不是要帮村民命名，村民不需要命名，但是僵尸需要命名。我觉得我烧铜就是浪费钱，铜是垃圾。看一下，让它烧。我是要帮僵尸命名的。如果你说为什么要帮僵尸命名，真跟你说，有一些这游戏就是有一些东西，跟基于这游戏的神奇的机制，我们必须要没有帮僵尸命名是不要让它消失，如果你不命名，它有可能会消失啊。
我们不能让僵尸消失，就这样，24个。然后获取命名牌的方式，除了刚刚那样子，就是去下矿，你有机会拿到。还有一个就是买，啊，要买的话，我们就需要跟图书管理员买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很多纸，我就要很多甘蔗，因为甘蔗可以做纸，懂了吗？这就是，图书管理员会很恐怖吗？还有吧。啊，因为他们到现在很乱，都真的。哎，可以再换。不行，干，24张纸换1块钱呢，妈抢劫！啊，继续下矿吧。现在有一个命名牌了嘛。所以我已经可以，我可以盖。其实我已经可以盖了第一阶段的，但是我想要，想要挖一点钻石。为什么需要钻石哦？因为我要去地狱的那张稿。想要做个高效率版本的啦。如果要高效率版本，要高效率的话，就要做多，所以就至少需要4个命运牌。好，OK，18个。今天的目标尽量走深一点吧。我是把那个床带走好了。那个床。这游戏第二重要的道具就是冰层啦。12点半了，好，我再打一下就要休息了。今天就先下矿，下到零吧。可能我会。其实可以直接挖的，我再往下挖就好，但是我不太想这么干，困了。对啊，哎，对，我直接走这里好了，这里比较快，然后走这里，先把路标做一下。记得我从哪来的？看到那个深板岩的。挖个楼梯，挖煤矿，没错。说挖楼梯只是为了拿煤矿而已。哦，很大一丛。青金石，哎，天哪！已经到了青金石的领域了，是哟。然后把这边改造成一个楼梯好了。啊，青金石好像不能用铁矿挖。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有问题。对，青金石不能用铁矿挖。不是啊，青金只能用铁矿挖了，不能用木矿，不能用石膏。哦，这干这些
这个矿脉超大的。我有点怕掉下去，哼哼。哇，极限了！目标就是这个啊，火吧。所以才说这边要尽量住挖干净一点。为什么天然的会有鹅卵石啊？天然的鹅卵石哦，真假的？十，快到了。这样就可以上去了，但看起来不太像个楼梯，但这个是个楼梯，我尽量挖干净一点。是，好，好 ，OK， 到了砧板岩了。先把刚刚的烧一烧，等一下我应该拿这个去烧。现在是七，好，从这边开始挖，估计不会太难挖。这边可以下去。那我就把床放在这里好了，把这边拓宽那么一点点。这边就是我的临时据点了。我现在在几层？七。那等一下吧。七二，把这个门做出来。这里，负一，到这里开始基本上就安全了。看一下那个钻石的高度，我都忘了。负六十四到十六之间都有可能。
那我就到个负四吧。就从这里开始。这样我才不会一直撞墙。等一下啊，还有两，哦，我真的太久没挖了，干，这高度完全不够啊！啊，那就往下挖了。想说怎么那么浅呢？一下都挖到了。干什么声音？不会这里有地下层吧？欸，这里可能会有地下层欸。吓死我了！这里有地下城的话，我真的会吓死。竟然在这个时候
还是一定要到负9。某种程度来说，你直接下海会更快一点，因为海底都比较深。42，快到了。48，撑住吧，我的稿子。10。再9个，看，看你俩什么声音？这游戏真的是58，对，这个就好了。是59了，好，基岩，好 ，OK， 看到基岩了，就到这里就好了。哦，开始往前挖了，看我也太衰了吧。粘土，等一下，不太妙，怎么会有粘土啊？随时 stand by。
哦，找到了。钻石怎么变那么好挖？哦，大的，水哦，三个，这我就有一个钻石镐了。哎，我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可以了。哎，钻石是不是变得很好挖了？等一下，我合理的怀疑钻石变好挖了。以前没有人要挖钻石。因为是难挖，而是没有意义啊。但是改版了以后，钻石有别的用途了。可能想挖钻石的人会变多吧。果然是可遇不可求。是有，再做一个。这样应该所有矿物都有了吧？哦，还有紫水晶。怎么都没有岩浆啊？这些区还有吗？有水，古迹旁边有洞窟。
好嘞。是吧？没啦，我操，不会吧？换个路。这个可不可以住啊？我这个也可以住啊。嗯，好吧，你还有点用。算三颗就够了啦。但是都来了。多挖点石头吧，可以当建材。碎石这三个。
背包快满了。啥啥都没有。哦，红池。是吧？真的就是给我三高。
雷雨，这怎么听得到？算了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嗯，三个已经够了。超神。
好了，先这样了。明天开始再来盖那个铁学院工厂，已经可以盖了。好了，拜拜。